大佬擂台，南方有金比，因为香港女首富37岁，红方出嚟啦！1988年港姐冠军，46岁李嘉欣。首先讲讲共通点啊吓，佢哋分别而家同曾经同大佬有过情字。大佬坐拥1200亿身家，大佬现任老婆正正就系金比。而家旧爱李嘉欣咧，2006年就获 The One 登全版广告贺生日。而家咧就同船王之子许晋亨都结咗婚噶啦，相夫教子，家族资产超过200亿。家庭成员方面啦，金比而家就育有一子一女，李嘉欣咧就同许晋亨育有6岁独子。好啦好啦，到学历啦，金比预科毕业，李嘉欣就中五乙2A 7B 毕业。最后出身成就方面，金比就系前娱乐版记者，而家嘉欣咧大家都知咧，1988年港姐冠军兼88年国际华裔小姐冠。关经过咁多 round， 擂台结果平手啦，至关。心中富有是最紧要的。